嗨，还随意聊聊的朋友们，我是 Linda，谢谢你们支持，我会继续做好影片。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，可以发问我，我会尽快回答。早餐吃麦片的六大好处：由于麦片容易料理，食用方式又以轻食为主，因此非常适合当做早餐来吃。如果下午或深夜容易嘴馋，麦片也是很好的点心选择。 对健康来说，早餐吃麦片可以带来以下六大好处，帮助增加饱足感。麦片中高量的膳食纤维和蛋白质，可以帮助增加饱足感并抑制食欲。很多人以为麦片看起来吃不饱，其实是错误的。早上吃一碗麦片，通常可以到午餐时间都能维持饱足感，而且热量不高，可以帮助减少卡路里的摄取，帮助肠道蠕动。 很多外食族由于纤维素摄取不足，长期都有便秘的困扰。除了可以吃益生菌等肠胃保健品改善之外，多摄取纤维素含量高的食物也能帮助缓解肠胃问题。如果午餐和晚餐吃到蔬菜的机会不多，在早餐吃一碗麦片就是不错的选择，帮助减肥。对减肥最有帮助的食物不外乎热量低、饱足感高，而这两个特性麦片刚好都有。 尤其外面早餐店卖的早餐往往高油、高热量，想要寻找更健康的替代品，不妨试试吃麦片当早餐。控制热量摄取，加上适当的运动，可以大大提升减肥的成效，帮助维持血糖的正常值。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，控制血糖是每天必做的功课。有临床研究显示，每天摄取适量的燕麦片，有助于增加胰岛素的敏感度。 进而帮助维持稳定的血糖值，而对于一般健康的人来说，维持稳定的血糖值有助于抑制食欲，并增加体内脂肪的代谢，对于减肥也有一定程度的帮助，帮助维持健康的胆固醇含量。有许多临床研究指出，燕麦麸皮中含有的燕麦贝塔葡聚糖，有助于降低体内的胆固醇含量。胆固醇是造成许多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原因。 根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指引，如果每天摄取超过三克的贝塔葡聚糖，可能可以降低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虽然这不代表麦片具有医疗功效，但对于疾病的预防有一定帮助。增加体内的抗氧化分子，麦片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 群、多酚 （polyphenol） 和燕麦多酚 l n a g i m a n i 都具有很高的抗氧化功效。 有助于延缓体内细胞的老化。此外，燕麦多酚也在一些医学研究中被证实具有缓解发炎和止痒的功效，因而成为保养品厂商用来制作舒缓皮肤产品的主要成分。如何选择麦片？目前市面上的麦片产品大致可以分为未经加工的燕麦粒、快速燕麦片以及即食燕麦片三种。以营养成分来说，未经加工的燕麦粒营养较为完整。 但需要较多时间烹煮，相较之下，快速燕麦片一般只要加热三到五分钟就可以食用，方便许多。至于即食麦片，则是厂商已经调配好的粉状产品，用热水冲泡即可食用。但这些产品一般会额外添加不少糖分、糊精、香精等人工成分，燕麦的含量也不一定高，营养价值往往大打折扣，挑选时需格外小心。 如果有足够的时间料理，推荐以购买燕麦粒和快速燕麦片为主，并且留意包装上的成分说明，确认产品中含有百分之一百的燕麦片。麦片的推荐吃法，一般最基本的麦片料理方式是将麦片加入牛奶、豆浆或开水，煮滚之后即可食用。如果想要增加麦片的营养，可以考虑下面几个推荐吃法：加入豌豆蛋白粉。 虽然麦片本身的蛋白含量已经不少，但如果对蛋白质营养有更高的需求，可以在煮麦片的时候加入豌豆蛋白粉，提升麦片中的蛋白质含量，让早餐的营养加倍，而且也不会造成过敏、肠胃不适等副作用。加入香蕉、蓝莓等水果，很多人觉得麦片本身甜度不足，会在煮麦片的时候加糖，但如果想要提升甜度， 加入天然水果是更健康的选择，像是香蕉泥、草莓、蓝莓等，都是非常适合跟麦片一起吃的食材。加入坚果，坚果不仅含有健康的天然油脂，也含有丰富的蛋白质，而且可以增加麦片的口感。想要让早餐麦片多点变化的人，可以在麦片中加入杏仁、胡桃等坚果粒，进一步提升麦片的营养价值。以上关于麦片的介绍。 是不是让你也想要开始吃麦片当早餐了呢？如果你已经有早餐吃麦片的习惯，欢迎跟我们分享你的食谱，让大家一起早餐吃的更健康。Linda。